OK， 这里我们现在去哪里？去机场。我们去机场，机场我们要飞去哪里呀？对，大家。两天前决定去 Gold Coast 一日游，我们来看看 Gold Coast 那边有什么东西好玩哦。那就出发吧。Yes， let's go。OK， 我们现在出发去 Gold Coast。上飞机嘞！没有想到 Gold Coast 天气这么好，真的是第一次来 Gold Coast， 天气真的是一流哎，没有真的是很 impress。目前呢，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一间，我们会来这一间酒店住，就在飞机场外面罢了，所以就住个一个晚上，看看里面是怎么样。来，跟我一起去见识一下吧 ，Let's go。天气真的很像马来西亚，比马来西亚天气它没有马来西亚的热，可能是因为它今天只有26度吧，然后潮湿度也很好，真的是无话可说。难怪这么多人来 Brisbane 来 Gold Coast 这里玩，那个环境海岸。OK， 拿到钥匙了，现在进去第五楼。四号。OK， 来看看房间怎么样。这是一个小小的房间，看起来整齐干净。然后外面呢，就是这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就可以住在酒店，就可以住在酒店这边，就机场这边。很 standard 的一个设计吧。大家，我现在才有发现说，在 Gold Coast， 如果你是来一天的话，你只要买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呢，它就是一日游10块钱，大人的话10块钱，然后就。你就可以无限的上下任何交通设备，所以就可以到第二天的3点，要记得这一点。如果你超过2天的话呢，那你就要去买另外一个的。在等着巴士出去Broad Beach， 环境海岸那边。对呀，肚子很饿了。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个旅程将是半个小时罢了。半个小时坐在巴士上出去。耶，巴士来了。
到了这里 Broad Beach South， 下车，看这边，哇，这边哦。Pacific Bay， 走走看看。洋茶 cuisine， 我们现在就进去试一试，看它怎么样。Let's go。去关节了。有看过这种吗？在 shopping mall 这边，他们应该是屋子，之前的是屋子，然后被换成是购物的地方。在 Gold Coast 的Surfer Paradise， 哇，这里真的是超热闹，哇老，开好久没去。
听说这边的沙子很漂亮哦，很细哦，来看看。哇，哎呦，真的很细耶。Surfer Paradise。All right，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道地的很正宗的日本店，叫做 Muso 无酸Muso Ramen Goja Bar， 所以我们的朋友带我们来这间，他说这间的那个拉面很好吃。叫了 Galage， 这个是 cheese， Goja， 日本煎饺，日本煎饺。这是 lemon lime bitter， 然后这个叫什么？苏纳米啊，是一个牛排。是不是特别？很好喝。哎，第一次吃到日本，煎饺里面有 cheese。对。这是原味拉面。这个是辣的拉面，用猪骨熬的。然后你的是 soy， 我是 black， 哦 black bean。OK， 今天我们要回去了，已经一日游玩 Gold Coast， 还有下次还会再来，这次一定还会再来。你觉得 Gold Coast 怎么样，这里？真的很好 Gold Coast， 哇，真的天气真的是一流。 OK， 这个影片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观看，拜拜拜拜。